我的科学是嘉义市文化局特别和嘉义市的脑性麻痹协会共同合办，大手拉小手，浓浓一壶情。脑性麻痹协会师生和亲子手捏壶联展，开播的活动以公益记者会方式来举行，佮邀请身心障碍的相关团体共享盛举。大手拉小手，浓浓一壶情。脑性麻痹协会苏心记亲子手捏桃壶联展，十号举办温馨的开幕仪式。由社团法人嘉义市脑性麻痹协会各自的参赛，以欢喜跳恰恰为活动的各会主播，包括市长涂新泰、议长萧秀丽在内，来自各界贵宾为这场脑麻天赛献上祝贺，共同见证因努力学习的成果。我们对这脑麻的朋友们，非常非常的钦佩，我们黄振鼎理事长哦，和这个脑麻朋友，不管是跳舞、唱歌、表演，以及现在捏陶，可以说是让他们真的是捏出自己的信心，而且创造一个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助他们的平台。看到他们作品，我们非常感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观，到3月25号为止。都可以来参观。过年期间，我呼唤说，所有的大众朋友、支持脑麻的朋友，过年会当来咱的博物馆来看阮的囡仔所做的陶壶啊，来沾沾喜气，然后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幸福满满的，那不简单哦，真的一定要过来看。大手拉小手，浓浓一壶情。社团欢迎嘉义市脑性麻痹协会苏心记亲自手捏桃壶联展，对这入去一直到3月25号，在嘉义市的博物馆一楼的展区展出。这一届展出将近100件的作品，主要来自汤宏忠老师所指导的脑麻协会陶艺坊亲子捏陶课程的成果，欢迎民众共同来认识身心障碍者的青年，让这群囡仔有机会向大家来介绍家己创作，享有平等的博物馆文化参与权。最新新闻，张玉平、王小山、江义奇采访报道。